提到有着漂亮鼻子的偶像，大家会想到谁呢？发文的网友第一个想到 IDOL 的薇娟，还有 TWICE 的 SANA， 两位还是好友，每次合照令人赞叹的美貌都引发关注。网友也表示，薇娟戴口罩的照片令人印象深刻。而 NewJeans 的 Mingy 鼻梁也很挺，特别有英气。此外，田基正以及朴美也被粉丝称赞鼻子长得很好。而男偶像有粉丝提到吴世勋、Eno、金圣圭、金泰亨、J-Hope 还有金希澈，特别是金泰亨高挺的鼻梁，就像欧美人一样极具立体度。从 T 区衔接下来的骨相十分完美，在亚洲人的脸孔上极为罕见，也难怪会被全球粉丝票选为世首帅的 K-pop 偶像，可以说是当之无愧啊。